硬物果呢，它的甜度比火龙果还要甜，它的口感呢，吃起来跟火龙果是不一样的。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，硬物果呢，从定植到展果采摘需要14个月，产量比较低，而且它的人工的成本比较高，所以硬物果的价格目前是比较高的。我们基地预计总产量是在25万到30万斤，总产值预计在1000多万。目前我们基地有20多个村民在这承包种植硬物果，我们为提供技术支持，他们要有个稳定的收入。我今年来到这里承包27亩，一个月收入的是6000到7000块钱，我们都是很满意的。